八坂神社，但是你只要走进这间旅馆，就立刻觉得像到了一个异时空，或者说是有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他家最出名的就是美味的料理，临时想来，幸好还剩下一间房。柚子旅社，它里面是这样一间，就是还比较老的那种装修，但它收拾的就是超级干净，就完全完全没有任何这种很明显的污渍或者很脏的感觉。它这边是一个柜子，然后这个是女士的浴衣，我应该只会当睡衣穿，因为我有纹身，我就不太想去泡澡。哇，它的信封好可爱啊。然后整间房间就是这样的，这边就是休息区喝茶的地方。另一间它就是让专门放一些行李之类的，它是怕你把它这个榻榻米弄脏，所以这个位置就是让你一定要把行李放在这里。这边就是一个穿衣镜，然后是备品的区域。我中午吃了一个咖喱就出来了，现在完全不饿，但是到吃饭时间了。太饱了，我要出去消化消化。旅社出来右拐就是八坂神社，沿着马路直走可以步行到鸭川。我喜欢从这里沿着鸭川开始散步，夜里的京都回归到了京都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游客，安静凉爽。无论是昨晚的怀石料理，还是今天早晨的京都传统早餐，他们的量和品质都让我很满意。这
这次住宿的体验，我想补充一下，就如果大家和我一样睡眠不是很好的话，可能会对你来说隔音不够好，会很吵。早晨应该会游客比较少吧。今天想要看一下陈曼在这边展出的画在天顶上的龙，还有喝一下这个蓝瓶子。当我亲眼看见他的这些龙和狮子的笔触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应该实属是一位天才。与此同时，内心也有一些小小的骄傲。转身就是他的枯山水庭院，我觉得墨龙图和枯山水这样的组合实在是太妙了。我还蛮庆幸选了早晨的时间来这里参观。早晨只喝了一杯咖啡，然后蓝瓶子那个是抹茶拿铁，所以此刻我咖啡因含量不足，过来补充一下，顺便检查一下接下去要去的路线。去年我喜欢的画家宝树曾经在这边参加过一次小型的展览，所以我想来看看还有没有他的周边可以买。虽然宝树的扇子已经没有了，但我还是买了他另外两把比较贵的扇子吧。我觉得这家店的扇子是在众多扇子店里比较能够代表京都的传统美学的，做工和工艺我都十分喜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店员对游客的态度略有点自闭。有个扇子好可爱，可以直接贴邮票，然后写地址，然后把内容写好就可以寄出去。我一直都觉得这种扇子超可爱，可惜我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有个展览，现在太阳下去点了，就是有点傍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舒服，非常适合逛街。最后呢，来逛这一间，主要是经营一些茶具和各种各样的生活器皿。店内呢还有一个单独的空间，你可以坐在里面慢慢的品茶，还有享用它的茶点。遗憾的是呢，在这边饮茶是需要预约的，但是我没有预约，所以只能在这里随便逛逛。我觉得这边其实有很多小店可以来慢慢逛，就还蛮好玩的。晚餐的内容一定要是留给我最喜欢的这家老字号鳗鱼饭店。我上一次来不是有去吃很糟糕的那种游客餐厅吗？就是因为这家饭店订满了，然后不得已，这次终于把自己的胃给救赎回来了。在京都的最后一天，我打算留给桂川神社和流水面，因为这两个地方实在是听太多人提起了，我想着怎么也是根草给拔了。
早餐就吃得很简单，然后搭了电车到贵川口站。出站以后呢，其实再简单的搭一段巴士就可以抵达贵川神社。交通其实是比想象中的简单。下了车之后，你步行会发现两边到处都是这种川床，他们主要是吃会席料理的。下巴士后，差不多就这样走了10到15分钟，就到了流水面排队拿号的地方。排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吃流水面的，然后上面这一部分就是会席料理。我觉得如果天气热，在这里慢慢的吃会席应该很棒。入座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被工作人员指定一条专属自己的输送道，接下去就像一场游戏，你得快速的把跑出来的面夹起来，然后放到碗里，然后因为碗很小，你要吃完它才有空间融后面的面。就在你重复的有点怀疑人生的时候，象征游戏终止的红色面终于出现了。吃完出来我还是懵的，感觉就像八戒吃了人参果，完全不知道这个面是什么味道。不过这次运气算很好，因为雨天它是无法进行的，然后我今天去的时候呢，它正好是停雨，结束的时候又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步行到贵川神社，这里是会马的发祥地，所以会有这样两匹马的雕像。来主要就是想体验一下它蛮出名的水占卜。这种特殊印制的签纸呢，就是你取的时候它上面是不显示签的内容，然后呢把它浸在水里看这个签的内容慢慢显现，就还挺好玩的。